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一齐低头祷告。我哋嘅主，多谢你俾我哋呢一个礼拜可以过得咁顺利，多谢你一直带领我哋，亦都多谢你俾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同埋仲有我哋 Daycam 嘅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嚟到呢个堂子入边去敬拜你。好感謝你在我們這個禮拜的時間你都一直帶領著我們，讓我們無論是外出的時間，或者就算是在堂裡面的活動都可以很順利，也都讓我們有好的天氣所有的活動都可以很順利如期地舉行。希望你可以繼續帶領我們，也都繼續帶領我們兒童日營的小朋友，讓他們可以繼續來到我們的堂入邊去崇拜，或者參加唔同嘅團契，繼續更深咁認識你。亦都希望你可以保守我哋堂入邊身體有軟弱嘅弟兄姊妹。希望你可以垂聽我哋呢個不完全嘅禱告，禱告乃奉主名求。